好，我们继续哈，现在这是安桥村2635，现在海拔734。2635，后面应该没有下坡，都是往上走的哈，海拔都是往上的，百丈湖。百丈镇的那个百丈湖，嚯，远处又看到山了啊！中午了吗？现在放12:33。这什么味儿真香，这个紫色的花吧，应该是这紫色的花散发出来这香味儿。哇，这边都是这个香味儿，挺好闻的啊，这种香味儿挺好闻的，我喜欢我喜欢。哦，雅安，我们现在在雅安啊，雅安。
阴天啊，今天。好香啊，这边，是吧？好香啊，这边，啊，太香了，这，哇，哇，落叶。行，先到这儿，这段。